会诊，期中考。弹药弹用下坡，不怕，我就没骑那么陡。完成了，合成机。OK， 刚刚上个礼拜你已经看完天府律所的测试，接下来换我的风柜嘴期中考，已经到八个月的时间。待会呢，我们即将一样来挑战风柜嘴这段路程。我记得半年前我的骑乘时间，再确定一下。我手机，我上一次八个月前的测验成绩是25分31，距离我的最佳成绩23分24有一点点差距，所以今天目标来测试一下，这段时间我在准备铁人赛，甚至前段时间都在跑马拉松，现在的爬山状况如何？因为真的上一次的成绩已经是一月骑风柜嘴，已经超过四个月以上没有骑这边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现在的湿度感觉比风力所骑的还辛苦，我自己的体感疲劳程度大概85%到90%，可能有点太用力了，但要善用下坡稍微恢复一下。骑了2公里，这段的现在均瓦分圈是253，好像比我目标快了有点多，那稍微调降一下。3.3公里，骑了12分06秒，剩一半了。哇，心率都180，快跳出来了。骑那么陡，
搭帐篷。山上天气比较凉一点。你是不是觉得看我们平常的影片都觉得是用相机在前面，摄影师持续的冲刺，这样追焦我的画面呢？这样你就答错了。其实我们平常拍摄呢，都是使用 Insta360X3 这支相机呢，只要轻松的架在我们的单车前面，就可以拍出模拟第一人称的视角，画面呢就会像是我们有一台摄影机从头到尾持续在前面跟焦的画面。但现在只需要一根 X3 就可以轻松解决。从现在即日起到6月18号 ，Insta360 官方内有推出夏日促销优惠，现在购买 X3 只要95折哦，赶紧点下方资讯链接。最后一公里。好想吐，我不是。好，完成了，我的成绩25分27秒。前面半段有点太快了，我的前面均瓦大概都240、250，然后其实过3公里左右我就爆掉了，几乎都只剩190到180，然后后面就稍微有再拉回来，因为天气在山上其实凉一点，但是我就成绩有点意料之外，我原本以为可能更慢，因为其实很久没骑上坡，而且一骑的感觉，我觉得那个呼吸很不好吸进去换气，就感觉空气很黏。但看起来山上也是都起大雾，还算满意，25分27秒，算是我接下来五岭赛季的开端。至少我知道我现在的成绩距离之前的最佳状态还有一段差距。接下来预计下礼拜开始重新恢复每天的骑车爬山训练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半年峰鬼者挑战计划。我是你的教练 Dray， 天福人在旁边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